Hello，这里是文化欢声，这一期的游戏实况，咱们今天接着来玩这个《战神五：诸神黄昏》。哎，上一次呢，我们是他要升级，我靠！跟着这个安格尔伯达是吧，在这个铁森林里面继续探索来着。然后呢，我就阳了啊，我就阳了，我自己在家里面一直生病啊。这段时间没录视频也是因为在生病啊。前一阵子发了一个 FF14 的那个什么，实况，我呦呦呦，夜狼，啊，一个一个都咬死啊！我感觉一段时间没玩啊，这个又没有手感了，是吧？而且它还是最高难度，我不知道这一次我要死几次，争取吧，争取能五次之内啊，把这一次实况录完，对吧？一次实况大概平均一个小时左右。如果能只死5次以下的话，我觉得说明我这个实力还是没有削减。别升了，一直在升级。冲过来就是给你一个大逼斗。主要是一个是因为生病啊没录视频，然后也是因为这个铁森林部分确实是没什么意思啊。就有意思的地方都集中在前面和后面，中间这个地方属于是最无聊的部分啊，不是很想让人玩啊，没有什么玩的欲望，你知道吧？我就远程。哎，最后一下没射着吗？出去！哎呦！这可不行，喷啊！啥？格瑞拉是他的奶奶。看看啊，格瑞拉是安格尔伯达的祖母。能见到仅存的其他巨人，通常我会非常兴奋，但是他和安格尔伯达的关系，说的保守点，非常紧张。他是不是在夺走生物的灵魂？就是他奶奶在干坏事是吧？啊，那看来不得不制裁一下他奶奶了。这什么？这东西不能射。那我上这儿的意义是什么呢？解谜吗？是可以钻过去吗？哦。就是我不在这儿打了，钻不过去是吧？啥有罐子？哎，日常对不准。有啥？哦，有这个。有什么用呢？爬回去是吗？可以往左走。如果我没想错的话，啊，确实是这样。那我现在有点感觉，他奶奶不会是这一关底的 BOSS 吧？的话，狼，哎呦，拉扯，这什么磨难时间这是？等会儿，技能没放出来，说实话，放出来就好了，放出来就无敌掉了，变个狼。你是狼，我也是狼，怎么样？感觉他好像比我猛。哎，怎么还有？怎么办？现在可不好了，我感觉要死在这儿了。哎，果然，他们有转身攻击就非常难受了，没办法，在远处给他们拉扯死。Wower， 感觉不往这边来，是不是就触发不了那个？哎，又没放出来。他升级了是不是？拱！
变狼。其实我一个狼啊，应该把小怪清掉，但是我看他们血不得了，我赶紧看他们能给他们秒了。死！打头，打头，打头！哎呀！出去！别喷了！就他一只了，还可以。Did a lot of giants live here? Over time? You want to know about your mother? She lived this entire life before she had me. But I don't know anything about it. Sorry.在生我之前过得很精彩，可还行？你怎么知道？那是他妈妈给他讲的吧？这就没有什么罐子之类的，还有宝箱。我觉得这一期应该就能把这个铁森林走完，走不完我就要受不了了。都已经第三期了，铁森林还没有出。啊、这是格瑞拉的灯啊，不是什么灯啊，是他的家，没有亮灯。他要找到奶奶干嘛呀？我都忘了，他之前说过吗？我没仔细看，有没有仔细看的这个观众在弹幕上提醒我一下。箱打不破哎，这门应该是也不能推，可以看出来这个房子非常大，应该就是他们巨人族是吧？为什么他们都这么大，而我们这么小？洛基不也半个巨人？安格尔伯达算不算巨人？所以说他们巨人并不是生来就大，而是需要不断的长大，是不是？就是长得比别人大，就可能大家一开始都是那么点儿，哎，但是呢，经过这个成长之后，是吧？产生了区别，这就非常符合现实，是吧？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可能没有长之前，大家都是那个大小。但是呢，在增长之后啊，就因人而异了，是吧？哎，哦，没打中是吧？不对呀、啊，我刚刚看下面有一个那个可以勾着的东西啊，是不是把它打掉了就没法勾了 ？So Gryla, what does she need animal souls for anyway?She can live moments from their lives. Finally, feel. 他可以体验那些动物的生活片段。就是他能知道动物在想什么。那他刻这个庄子是不是？他能知道鱼的乐。说到鱼，我就想起摸鱼，摸鱼真的很快乐。虽然不知道鱼的乐，但是我知道摸鱼的快乐。Ryla's still out. Wow, the things are so big. 哎呦，掉下来了。There's a door to the cellar over here. She might keep the animals. 我们是要救狼吗？这上没东西吗？我就不快，我就慢悠悠的。反正你剧情不触发，应该也不会打我吧？钥匙已经在锁里了，可还行？And it doesn't involve us getting killed by your grandma. Not how it works. 安格巴说：“预言不是那么回事，就是说。”预言并不能决定你的未来，就这里面好像讲说是这个北欧这边的预言和希腊那边不是一种预言。就希腊那边预言可能是说是预言这么写的，它就会固定你的未来，引导你向着这个未来走，而北欧这边预言好像说是不是这么算的。
它属于是那种大数据算法似的啊，就是推测你会有这个结果，然后只不过是算的比较准罢了。如果你硬不这么干的话，可能也就是预言可能也不准，就是你硬和预言反着来，应该它也就失效了。什么地方？我们要干什么？然后你 Haven't we seen those barrels before? 啊，被打破。That's it. 我这不知道为什么，我这录实况之前都不咳嗽的，开录之后就开始疯狂咳嗽。叫什么？关键时刻掉链子。Anything. Just like the other one. She took its soul. There's not much more we can do. Oh, 就这条蛇的灵魂已经被夺走了。Hold this. What are you? You didn't have a least favorite giant, did you?What? Never mind. 啊，这洛基不会是想把巨人的灵魂附在蛇身上吧？ Your mother said I'd know what to do with these. Yes, eventually. I just gave them to you. I know. But you can't hide forever, right? And we can't just leave it here to die. Are you sure?No. Ah, 他要做法了吗？洛基是怎么知道的？就是会啊，可能是妈妈生的啊，妈妈教的。I actually don't know how to do this part. Okay.啊，也并不会啊，并不会。啊，安格尔伯达的意思是他会。啊，就直接把这个灵魂就放进去就行了。啊，还有句咒语。一会儿这蛇醒了是吧？你醒了，现在你已经是蛇了。这蛇还在懵呢，说啊，不对呀、啊，我记得我是巨人呀。Where's it going? That even work? I don't know. But you're giving up already? They're your responsibility. Not that. It's not. I just.I think they're better off with you. Loki, are you certain? Call me Atreus. 啊，感觉这个阿特柔斯受挫了呀。他是不是觉得自己承担不了这份责任啊？出战就没有告捷。We'll have to get out the same way we came in. She can't know we were here. We better put that cup back when we get to it.
说实话，这想不知道也挺难的吧？那蛇不没灵魂了，怎么自己跑的？那肯定是被人偷了呀。他肯定知道有人来过了，而且多半会被发现。我觉得。怎么关呢？哦，有绳索。这么顺利？小虫子，哼，这什么？ Hey, 好，这就是格瑞拉。She's going to kill him. No, because we're going to stop her. I've avoided this for too long. She's not well. You know, you should be thanking me. 啊，他只是拿东西，并没有发现我们。不是这么看，这个巨人也太大了，这比提尔还大啊！那提尔只是高啊。狼狼啊，我们要过去，我们要过去，已经到我操作的地方了哈。能不能听他们俩聊天啊？就是让那个安格尔伯达多聊会儿，你多拖一会儿。他这是用什么彩虹桥绑住了吗？哦呦，被发现了。哇，真是大打出手，一点也不客气，我靠。哇，就拿身子撞啊，这祖母也是够狠的。哎，你抓不着我了吧？怎么样，抓得着我吗？抓抓抓抓抓呀，伸手啊。算了，不皮了，走了。I can hear you. Oh, 没想到祖母也是一个海绵宝宝粉丝。Got to destroy that cauldron. Can you swing across? Where'd you go? You hiding? 我们还要藏着是吗？感觉不用藏，直接过去就行了。我摁。哎，这锅算格瑞拉的血条是吗？哇，一个逼斗啊！那年我十多岁，给了我一个大逼斗啊！你知道，一个逼斗啊，对我的幼小的心灵造成多大的心灵伤害？哎呦，感觉不是很难啊，好像。呜呼。哦呦！他在说什么？我根本没有听他说什么，我在专心射箭，但是好像不是很好的话，不然的话，那个洛基应该也不会在这杀的 up。什么处决？怎么处啊？都没，哦，就是一个虚弱状态啊，让我们可以连打。哦呦呦呦呦呦呦！不是啊，离开地板怎么离啊？哎呦，我靠我靠啊，
应该是在这儿啊。我当时觉得就是中间这溜段可以上来的，哎，没过来。呜，那我过来。啊，眩晕了，怎么说？啊，就是这个蜡烛可以让他眩晕。哎呦！哎呦！哇，踩我一脚半血啊！讲讲道理啊，啊，我要引过去得。哇！啊！什么晕？哎，给爷晕！这个地方有点像机智 boss 啊。过来，哎，这有吗？哎，我再过来。等会儿，哎，我过来，用这边的这个上来，晕，哎，呜呦，呜呦，呜呦，过去，哎。哎，我再过来，等会儿，下来，我再上去，哎，就是这么的灵活。哎，等会儿，这边没解除，怎么办啊？哦，他拿手护着呢，是吧？啊，你看他拿手护着。我靠！哎，我觉得我只要跑得够快，哎，我就不用管他。等会儿上去，哎，他给的时间还挺长啊，我还觉得挺好。他要时间再给短点，我估计就……等会儿啊，我下去。哎，我下不去，我靠！算了，打吧。还行，他这血条就是这口锅。等会儿，射你屁股！我靠，我靠，不是这预判有点过分了。哎，别死！处决！你！You.
你不还有二阶段吧？Think you've done something here, granddaughter? You are nothing, and no one will ever remember you. Not even Loki. You'll just be a forgotten chapter in his story. 哟，给小女孩说破防了。啊，你们可以看到这个安格尔伯达哭了。You sure it's all right to leave her here? What if she comes out looking for? She used to leave me food. What? She'd say she didn't care about me.Sometimes I'd wake up and I'd see a loaf of bread sitting next to the fire. Just baked just the way she always used to. 啊，说是不关心她，但是偶尔还会给她送个面包啥的。就说他曾经好，但他现在就不好了。哎，他为什么要夺取动物灵魂来着？是不是说了？我忘了。看看传说啊，从我观察的情况来说，他说的对。他虽然不能再夺走动物的灵魂了，但他的故事还没有结束。他说，格瑞拉在安格尔伯达的父亲拒绝反抗自己的命运之后改变了。拒绝反抗命运之后改变了。他具体改变的契机好像也没有细说，就是从一件事之后变得有点疯癫了似的，就是夺取动物灵魂。但说实话，这件事怎么说呢？就如果他不伤害人的话，我觉得其实是以我们现在的普世价值观是无可厚非的，你知道吧？因为我们只在乎人权啊。虽然可能动保可能给他寄信啊，但是就动物的生命不包括在人权里面啊。因为其实现在我们网上也是这样的，你会发现，如果我们过分的去在意一个动物的生死的话，就是会被说圣母啊。Coming or what? Go, go, go! Oh no, you don't! 好，这边就是预告片里的是吧？我们要变个狼啊，跟他赛跑。I have absolutely no idea what you're saying. 他骑了狐狸。You always smell so amazing. 所以说是狼跑得快还是狐狸跑得快呢？有可能是，我觉得是狼跑得快。但是。可能洛基变的这个狼，他体力没有普通的狼好，也是有可能的啊。跃跃欲试的狼嚎，快乐的狼嚎。我们是一只快乐的小狼，我们以后就给自己起一网名叫小狼 XF。I'm sorry she was so hard on you. Me too. Well, I suppose you're ready to get home now. I'll meet you by the shrine. 准备好回家了。Do I have to leave? 我已经准备好了，我也赶紧想离开这儿了。Your prophecy was less clear on when you have to go. 啊，预言没说具体什么时候走，所以说，哇，这暗示的好明显呀，就是说走之前可以想待多久就待多久，是吧？
can't. 我要是洛基，我现在就上床，睡睡一觉。我的意思，休息一下。I think. 你不要想歪了。You care for your dad so much you can't conceive of a world where you let him get hurt.Come here. I need to show you something. 啊，你要给我展示什么？哦，你是不是这个球一摁就可以张开？然后它有个名字，叫肉弹冲击。哦，不是。他妈妈的灵魂球吗？Say goodbye. 哦，他说你还有时间跟他告别，并不是说去拯救他。安格尔伯达很信预言吗？ And I appreciate it. I do. But I don't know. We've got to be more than a bunch of stories with our endings already written.What happens to you now? I don't know. Like I said, once you're gone, my part in this is over. 你看，就他自己也觉得，他可能就只是洛基故事的一个小配角罢了，不会到时候真和洛基组 CP 吧？这么正确。What are you gonna do? No idea. I can't just sit back and let my dad die.I gotta get back. 这么一看，洛基真白呀。Okay. Huh. 他白的就像一生下来就带着妻女的骨灰一样。什么地狱笑话？I am gonna see you again.Okay, now, close your eyes and hold that tight. 就可以回去了是吗？ You don't want to lose it. Home. Think of it. Repeat it. Home.哦，场景变化了，好像，因为你看已经黑了。哇，酱子神奇！但是好像并不是新德里那个家呀，回错家了，回城那小木屋里了是吧？你看这个装潢啊，它明显没有新德里那边漂亮。那什么呀？传送点设置错了，回城直接回到那个老传送点去了，发现路上的怪又刷新了，怎么办？没有办法啊，差点还把妈丢了。Other home, other home, other home. 哟，不灵了，只有在床，只有在床上才能触发是吧？啊，
对吧？你必须睡觉才能回传送，然后呢又点床又发现，哎呀，附近怪物太多，你无法睡觉啊，周围有怪物在游荡，被设定卡死了，只能打了。哇，这些应该是亡灵吧？哦，又是一波恶战啊，感觉是。哎，真的是吐了，这个地方有这么难打吗？主要就是他们在蓄那个法球的时候打那个法球让他们引爆啊，然后冲过来的呢及时防守，他那个戳刺真的很快。然后及时弹反或者是闪避吧，或者是射脚，感觉平 A 上，哎呦，直接撞上了。奎爷非常不理解，你为什么不愿意跟我说？Because all that matters is that you are safe. But that's not all that matters. Who's keeping you safe? I do not need you to protect me. You sure about that? What do you know? I can't talk about it. But I just need you to trust me. You kept secrets, but I trust you. That's not the same. Why not? You hid things. Mother hid things. You had good reasons, and so do I. Why can't you just...耶、yeah ！哦，换人了啊！虽然换人了，但是也没换，还是我啊，还是你们几个，我只能说，啊，真是烦啊！换人了，但是难度没换，是吧？你看上去换人了，实则只是换了一个角色啊！但是我们的伤害确实是比阿特柔斯高多了，我感觉。主角啊，奎爷确实伤害比阿德柔斯高，我感觉。哎，
死了没有啊？啊，你又是什么呀？我靠，为什么奖励我？跟我玩打乒乓球是吧？哇！啊，这我擅长啊！啊！突然反身给我摁住了，这人不简单呀，感觉。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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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射两剑，斯巴达之怒。哎，但是暴怒被替换成了英勇，可以进行治疗而非伤害。怎么说呢？那这个应该可以用来无敌吧？治疗啊！哎，我没有怒气啊！就摁慢了一步，我真是吐了。完，解除一下状态吧。哎，打出动画了。哟，弗雷亚，哎呦，认出来了，这是。还没复完仇呢。哟，孩子变了。哎呦，结果我们给拦住了。哎呦，大熊熊，你看这熊还挺可爱的，哇，直接扳倒，那蹬腿儿。She was our friend. 那熊感觉好好可爱呀。这弗雷亚看见阿特柔斯变身，怎么感觉有点怅然呢？怎么了？想起巴德尔了，这是。哇，咬牙切齿，表情从狰狞再到狰狞，从狰狞再到狰狞。哎呦！哇，突然
使用荆棘碾碎了一块巨石，发泄了一下自己的愤怒。怎么样呢？ Maybe. 也许。For the moment. 就一瞬间。你又不想打了。啊，感谢还在嘴硬送上的飞机。Really? You will tell the truth when I return. Now I must set things right. 哟，矮人出来了。Oh, Your Majesty. A pleasure to see you again. Roger. 布洛克说了句啥呀？听不懂。啊，就是这俩人负责带孩子是吧？你俩不会还要打吧？不都说了活着更有用了吗？别打了就。有本事床上打去。好，他不想再被这个戒狱。哦，就是说想让奎德斯帮忙呗。去华纳海姆。操，这是什么一家三口即视感，就是这孩子显老。哦，私人恩怨，在暴怒和英勇之间做出选择啊！我感觉奶血确实是不错的，反正我之前也就是用怒气回血罢了，现在直接转换成回血，甚至都不用攻击了，感觉还可以啊。And what is that? The source of the magic that binds me to Midgard. We're going to find it. 要找到束缚他的魔法之源，然后毁掉。But it will not change what I have done. I know.That's why I still might kill you when this is over. 所以弗雷亚说这件事结束之后，我就把你刀了。真的吗？你真的假的？你真的能杀我吗？不是被我杀死啊！我感觉弗雷亚心里也可能也是有觉悟的，他是觉得这个是吧？这件事结束之后，我就跟你做个了断，是吧？不是我把你杀了，就是你把我杀了。行吧，看时间差不多了，咱们这期先录到这儿。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的话，一定不要忘了点关注或者一键三连，最好能分享给朋友。那么我是石峰，我们下期再见，拜拜。